美综合报道，目前国民身份证已发行超过十年，内政部政治力严厉禁片国民身份证自然人凭证。国民身份证二合一的设计方向规划以及创新，而身份证明文件在设计得奖作品名单已出炉，设计奖得奖主为设计师鲁少伦的创作型 SHAPE， 不过人气票选紧，获得46票，人气票是夺近十末票的羽名在地，在设计奖不敌型 SHAPE， 受到许多网民质疑。身为决选评审之一的40岁知名设计师聂永真今凌晨在脸书发表个人声明，表示每个评审都有发表评选理由与看法，主办单位之后也会公布，也有全程录影。聂永真曾为许多歌手设计专辑封面，也曾获得金曲奖最佳专辑包装奖，并担任制作第50届金马奖及第50届金钟奖主视觉设计。如今新版身份证设计比赛引发许多战火，许多网友质疑举办网络票选的意义何在，与你在地获人气奖。凡设自脸书设计师鲁少伦的创作型 SHAPE， 凡设自脸书